男韩女团 TWICE 近期因队长智孝宣传新节目，让人联想到子瑜道歉事件，引起轩然大波。七位迷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子瑜。不过团体活动并未受到影响。近日 TWICE 日本官方释出最新形象照，而娜莲的造型却意外在网上掀起讨论。只见大姐娜莲美人鱼风格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，穿着白色内搭，配上一件蓝色罩衫，鲜味十足。不过不少台湾网友觉得很眼熟，不就是过去朝上提网吗？并放出了对比照，表示看不懂这种审美。